追不动啦。呀，咱妈他们回来了。妈，收获咋样啊？还不行，妈妈，我坐车吃了一道。啥了？吃一道啊？吃薯片。谁给你买的？姥爷。咋的，掉水里了？没有。我怕掉河里，所以我放着。踩的啥样，妈？你看俺们踩的后头乌。后头乌。我。看看。前天就够下来的，老费劲了。在树上长的，嗯，都可高了树。这怎么这么湿呢？那我看昨天晚上不下雨还。我去晒晒靴子。晒晒呢？嗯。我把车倒进去。一会儿来洗衣服来。哎呀，到这儿，行吗？刷刷车，然后洗洗衣服。衣服多吗？不知道啊，我看咱妈给咱姥爷剃头呢，剃完头在那翻衣服要洗呢。你给我拿鞋刷子了吗？我这不提了鞋刷子啊，赶紧刷刷我的鞋。我的靴子呢？哎呀妈，你那鞋咋的了？靴子没有，靴子靴子只有一双，你老穿。你那是干啥呀？我等靴子呢。完了，使劲造。来，你穿这个来，我给你那鞋刷子。我想光脚。那能行吗？这地可凉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，金明，你别光脚丫子了，行。这么大呀！拿一个片。好了，摸老姨。你老在那洗，你就在那捣乱啊！就塌了鞋，刷着回家塌了去了。洗完了回家了，我姐说开饭了。